存是一颗心。 Yeah， 危险圣贤进行花园魅惑，因为眼帘善良的人会被欺骗伤痛，才算难免明显案件千变万变，有个人一如少年仍然在相见。听血脉翻涌在跳动，血液中有种力量在觉醒，那是生来存在的沉睡的能撼动一切的力量，有一天会苏醒飞上天，到一定好时节听到我的声音。降临笼罩着大地，但无法吞噬一颗心。 Yo， 这世界不是欺骗竞赛，没有自选自作的人才偏要研究，算路途遥远一天两天千变万变，有个人一如少年仍然在相见。是生来存在的沉睡的轮胎